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乔生修车。哎，这是多情城市的多。不一样多人还是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到底要多扯的系列。那我为什么又拍这个？虽然看到一个整人片段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拍。这个很赞。他就是一个后辈非常怕的前辈，然后他在打一个被看不得的人，然后他打得非常爽的时候，拉看来是一个超怕的前辈，非常适合拿来整蔡冠跟哈姆他们。没错，你有听到他们现在聊得非常开心吗？他们等下就知道。因为我不知道的观众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，因为我们之前有待过一个比较日式的剧团，然后他那种前后辈的关系非常重。虽然我是没有很在意啊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在意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很帅，很像日本的搞笑员。而且他们就是乔哥前乔哥，乔哥后。然后就是你走的时候，他们会这样一直鞠躬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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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我今天就请了一个漫才组合嘛。对，非常欢迎啊，小罗，我是暴龙大咖。我完全不认识，就我们关系蛮远的，所以我想说应该不会被发现。假借拍他们专场的宣传片。进行一个游戏，我也安排了，完全不是公司的制作组。对，我今天连香水都没有喷。我们很怕乔被认出来，所以就是今天鞋子、衣服啊、袜子、裤子全部都有塞好的，然后连香水都没有喷，因为我怕他闻到味道会被认出来。好，没错。Let's go。他们还在聊天，现在3:20，我们扣3:10嘛，不成才叫。那还在聊天，然后那边有个小流氓。穿什么东西？他一定是学你的那个墨镜的透明度。日本坏男人的墨镜。然后我现在要来学一下小罗的走路方式，他脚好直哦。有什么？饼干盖。多谢。你觉得什么会最痛？觉得应该还是饼干盖吧。我会用爱的小手，然后打屁股。我会拿那个桌子。我俩今天就要先把刚刚的墨镜给他拿掉踩碎。对，他已经不敢讲话。下个礼拜你就会送他一次，那么无聊哎、欸，好幼稚。就要进我们的即兴环节。他们要先试一轮吧。如果他让小罗最后一个，我就会先直接冲去把分数都吐给一度。是要等多久？我喝口水好。紧张。屁水、啊。在这个风光明媚的早晨，村庄里分别有三位强盗。而在他们讨论的时候，光光突然打了侧头一巴掌。哈哈哈哈哈。很奇怪。白色。这是男生吧？哦、这个时候突然门铃响了，欲我焚身的菜头率先下去开门，把那个人拖进来，拖进来啊！又干又坐着，一打一下，发现哈姆，这不是哈姆吗？我好像差不多，我现在进入角色。你在学小罗走路？对啊。好，可以。谢谢，那我先喝。要进。在这个风光明媚的早晨，村里分别有三位强盗，他们正在讨论着下次要抢劫他们最讨厌的喜剧演员。在他们讨论的时候，冠冠打了菜头一巴掌。冠冠说：“我爱你。”冠冠又说：“怎么讨厌？”这时候门铃突然响了，三个人面面相觑，到底谁来开呢？不行，这时候三人欲火焚身到了最高点，好想赶快动手啊！赶快把这个门打开，把他拖了进来，暴揍他一顿啊！吃饭了，太早了，我要吃饭了，好湿哦！